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果小青啊给小文呢280元，我们假设啊哈，小青他原来有 x 元，小文他原来有 y 元。好，现在哈，小青给小文呢280，所以小文现在就变成 y 加280了。那小青钱就少了 ，x 减280。这个时候哈，小文的钱恰好是小青的3倍，那这样就可以立一个方程式。这个时候小文的钱是等于小青的3倍 ，x 减280。好，然后哈，若小文给小青40元，小文给小青40元，这是 x 加4，40，那这个呢就 y。减40啊，这个时候的话哈，小青的钱哈，恰好是小文的11倍，哦，小青的钱恰好是小文的11倍 ，y 减40啊。那么他们说，小青跟小文原来各多少钱？啊，整理一下解方程式，好的，三 x 哈减 y。3x 哈，减 y 等于多少？等于3个280嘛，加一个就4个280，280乘以4，1120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是 x 哈，减11y 等于多少？负的12个40，哦，12个40。480负的480，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求出 x 跟 y 了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把它乘以3，乘以3的话减下来，负一减掉负33，就剩下32。这多少？一减就变加的，就多少呢？就是1120，加上多少呢？480乘以3等于2560，这是32y 60，那 y 的话等于多少？2560除以多少？32 80，也就小文哈，他有80元啊，那个小青呢 ，x 等于多少？就1/3，把它带进这里，1/3多少？1120加上80，就等1200了。那1200除以3的话是400，所以小青他有400元，小文80元。